嗯，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宅舞，就是那种特别可爱的舞。对，我今年21啦。好，给大家第一个跳的舞名字叫《来生蓝城玩》吧。给大家第一个跳《来生蓝城玩》吧。然后，哥哥们喜欢我的话，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哦。第一支舞蹈给大家跳完了，对这个，哇，谢谢哥哥的做朋友吧，谢谢哥哥。啊，哥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先点一点我的关注。这地方怎么那么黑？这怎么那么黑啊？我好黑啊，都变得，啊，就这样吧。啊，然后哥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一点我的关注，可以给我开个真爱。怎么办？这个光跟我很不友好。好了，对啊，喜欢我的话，记得点点我的关注，然后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五星舞秀嗨翻天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只有三，站远一点跳舞，因为我是手机播，站远一点就会特别糊。第二支舞蹈呢，我给大家跳一个流行群，好不好？叫叔叔，不要叫哥哥，大家都是大哥哥嘛。
然后第二支舞蹈给大家跳一个流星群。喜欢我的哥哥记得一定要点点关注哦。叫个流星群，哥们，我已经21岁了，对，已经成年了，就已经成年好几年了呢。然后哥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一定要点一点左上角的关注，对，手机用户点点左上角的关注，电脑用户点一点直播时通知。冰淇淋吃吗？今天特别冷。对，然后哥们喜欢我的话一定要记得点点关注，然后把我们那个五星五秀嗨翻天都预约一下，对。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个舞蹈，跳一个新学的吧，就跳一个蝴蝶涂鸦行不行，跳一个宅舞。
站远一点，站远一点的话，可能脸就会很模糊了。然后最后一个舞，哥们一定要记得点点我的关注，一会儿我会回去再直播一会儿。给大家跳一个蝴蝶涂鸦。等一下，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勾一勾我的关注，喜欢我的话点点关注就不迷路了。嗯，然后大家把我们的那个993的舞蹈预约也预约一下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993，我给大家找个音乐，最后一个舞了。「なぜか締め付けられる」